下，蹲下，蹲下，好，蹲下，我看一个，蹲下，我叫你蹲下。凌晨三点，远景的呵斥声划破宁静黑夜，十多人就在百货公司门外打起来，就连警方到场，他们也没再怕，还持续叫嚣：冲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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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动。听不懂是不是？最后是远景喷辣椒水，才成功将人制止，带回派出所。调查发现，这两派人马根本彼此不认识，只是同样到一家百货公司内吃火锅。七名大学生跟冯姓男子等人一同要搭电梯下楼，但冯姓男子要求大学生们退出电梯，大学生因此礼让他们。没想到冯姓男子他们却在一楼堵人，等到大学生下楼，对着他们一阵乱打，造成两人受伤，连劝架的保全也受到波及。将涉案的犯嫌全数带回派出所。警方调查打人的四名男子吃火锅时有喝酒，没想到黄汤下肚，没了分寸，搭个电梯人家都礼让了，他们也能闹事，统统被依聚众斗殴、伤害等罪移送法办。记者黄翔、傅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。